你们看一下，他们的出拳速度和我的出拳速度，这不是一个劲儿啊，是几个劲的啊？一、二、三，是三个劲儿啊，全是合拢。踢踢踢，打踢踢踢，风踢顶。中国인들의쿵푸에대한사랑은상상을초월할정도인데요그들은쿵푸를중국문화의일부분으로여기며깊은애정과자부심을가지고있죠또한많은중국인들은어린시절부터쿵푸를배우기시작한다고하는데요쿵푸를가르치는학원이중국지역곳곳에있을정도로쿵푸에대한인기가엄청나다고합니다대한민국도마찬가지로동네마다태권도장이있을정도로한국전통무예인태권도에대한애정이가득하죠그리고한국뿐만아니라미국등전세계각국에서는학교에서직접태권도를가르치고있을정도로태권도에대한애정과관심이매우높습니다오늘은중국인들에게는큰의미를가지고있는쿵푸영춘권마스터와서양식격투기선수인시샤오동선수의경기를준비해봤는데요참고로쿵푸에는태극권영춘권등다양한유형들이존재합니다이중에서영춘권은쿵푸의대표적인스타일중하나로힘보다는기술과기민성을활용하여상대방을이기는전략을가지고있다고소개되어있습니다그리고대부분의중국인들은이것이실전에서도통하는실전모술이라고굳게믿고있죠그럼지금부터중국의영춘권마스터와시샤오동선수의경기를함께확인해보겠습니다今天晚上呢我们首先要出场的这个选手啊他叫吕刚资料上显示他身具传统武术跟现代搏击的技能曾经在武校当教练学习咏春拳和两仪拳号称当代的实战武术家不是所有的传统武术都是假的所以呢他愿意对也如愿以偿这个吕刚呢作为咏春叶问的徒孙哇这个 我小时候在电视里见过对但是不知道一不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在现场看看这种点穴法是这个吕刚呢在我们赛前也说今晚他有可能成为我们传统武术中国搏击武林界的一匹黑马所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我突然是时候展示他真正的技术了我怎么动不了了哎呀开个玩笑是时候展示他真正的技术了所以我们掌声有请吕刚格斗狂人许东光现在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那个格斗狂人冬瓜先生身高1.76米体重在场上裁判庞洪涛比赛现在开始好我们现在现场出现状况我们咏春大师吕刚探长庞洪涛老师还是在跟他在交涉互当互持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好我们看吕刚已经带好了护食护裆然后吕刚提出了需要出场费我们终极勇士的老板程总答应了吕刚促成了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冬瓜决定应战这是我们场裁判庞洪涛在向点穴大师吕刚和狂人冬瓜在介绍这场比赛的竞赛规则虽然这是一场站立式的全开放的规则和自由搏击完全不同但是还要强调一些裆部啊后脑颈部是不允许击打尤其是倒地是绝对不允许击打比赛开始了万人瞩目的狂人冬瓜从点穴吕刚比赛开始了完了！倒地以后不能击打，倒地不能击打。看，狂人冬瓜，你在这一次比赛里面真正的发挥起了他的拳的力量的优势，不给点穴师，不给咏春吕刚任何的还手的机会和时间。
我就打近战，我是我的力量，彭红我乱战，这样使得吕刚他不可能发挥出他的两翼的点穴的技法，他没有机会，根本没有时间。停停，我们看到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为了保护吕刚，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回去回去回去，医生医生，请医生，医生上来。因为吕刚根本没有时间空间和机会，他的点穴根本没法施展，和狂人冬瓜进行交手。狂人冬瓜用他的速度力量告诉点穴在擂台上要用实力，但是吕刚，我们镜头分别给吕刚先生和我们的红脚选手冬瓜一些特写镜头。这场比赛为什么冬瓜如此气愤？因为在二月份到我们比赛之前这个期间，雷雷和田野吕刚在网上说冬瓜之前打的都是假的，因为冬瓜一直都打掉假的大师，宣扬着自己要打假，但是如今吕刚说冬瓜打这两个大师是假的，就是对于我们冬瓜先生最大的侮辱，所以冬瓜这场比赛特别气愤，才导致出手如此狠毒。哇，这场比赛真的是血腥惊心动魄。哇，我相信大家现在的心都没有平静，如同我们冬瓜先生在擂台上的步伐不无法停止下来。我现在的心跳还在奔奔的加速着。对，我们大家稍安勿躁，我们大家看到他血流不止，给吕刚先生一点时间，也是为了给中国传统武术。好，接下来宣布本场比赛的结果，证明这样的精神鼓励他站到这个擂台上。在第一回合47秒，徐冬瓜 KO 获胜。掌声送给我们的狂人冬瓜先生。